日升月落，时针不停在转动。从昨天经过，错合之着，将规则牢笼挣脱。此刻，紫色落空，在坠落入地那一刻，清醒的准则，得过且过，还是暂时的心得。召唤我，高峰指引我，推开新的生活。You say I may 脱离阴霾去拥抱彩虹。You say I may 照亮每个黑暗的角落，穿过天空留下白色的轮廓，自由飞翔而又何不可。 You say麻烦你转告你女儿，她既然那么能行，以后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做，不要找别人帮忙。什么叫我女儿？不是你女儿。真是。你刚才半瓶胡椒面都倒进去了，我可真服你了。哎，小迪，你想想，你哪次怄气不是输给你妈呀？其实我挺想你们的，可是每一次见到我妈就没好事情。哎呀，你得包容着点儿，她现在也不容易，工作压力大，再加上又是更年期，你想想。她又做什么大投资啊？那我哪知道？好吧，我先走了。嗯，别生气啊。早点休息了啊。啊，好。拜拜。拜。咱们女儿肯定不知道你这次投资的公司就是中夏航空了。我的公事没必要跟她说。哎呀，刚一接触就碰到这么不愉快的事情，不会影响你要谈的项目吧？那倒不至于。其实我也正想了解一下中夏航空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处理方式，所以我就表现得夸张了一点。嗨，我说你那天怎么这么冲动啊？搞了半天是有目的的，你应该早点把这件事情跟女儿说清楚。你的女儿你还不清楚吗？我就是要刺激她，我要考验她的能耐。如果她将来真的能当上飞行员，那我肯定祝贺她。但是如果她考不上，那就证明我是对的，她必须跟我道歉。嗨，我觉得咱们女儿行，她很努力，应该相信她。虽然说是测试啊，我们女儿的那个什么师傅，他也还是欠我一个道歉。要不是因为他，女儿早就回到我们身边了。所以就冲这件事，他那个什么师傅也得跟我道歉。行了，林总，他们都在等着了。好，估计这个会要开很长时间，要不你先回去吧。啊，好，辛苦啊。嗨。这个对方的林先生是，我也看过了，是林女士，还不错，女的，对，那就按原定。林女士曾经牵头多宗国际大型投资，现在是 MEG 的前期代表，
也就是说，咱们这次项目能否合作，主导性在于他。夏总，林女士到了。谢谢你们，让我看到了中夏航空的确是一家有实力、有潜力的航空公司。谢谢林女士的肯定，也希望您以后多多来我们中夏航空历练指导。但是有一些小数据，我还需要再改动一下，到时候我的助理会联络你们的。好的，请问林女士，下次会议史密斯先生能不能亲自过来谈？我的报告完成之后，史密斯先生自然会有决定。我们非常期待能启动 M 一机和我们中夏航空的合作。我相信，今天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件小事我还要拜托你一下。我这次回深圳坐的就是你们的飞机，我投诉了你们的一个。所有人都有这个疑问，为什么你那么在意萧默？好吧，萧默可以去道歉，但是必须得他自己愿意。还在为萧默不去道歉的事情生气呢？还不是因为我爸非让萧默自愿去道歉。你说以萧默那倔脾气怎么可能低头？小毛啊，去，别在这烦我。嗨，我就是来帮你解这个心烦的，想听不啊？想。涨一倍钱的工资。看着我，滚！你太狠了吧！
行，告诉你。哎，你知不知道要肖默道歉的那个女人是谁？我知道啊，你不是 M 一系的代表吗？她还有一个身份，是无敌的妈。能不能劝劝阿姨啊？看在你的份上，让她收回成命。我妈，我是很了解的，越求她，她越不理我。那就跟肖默商量一下，让他退一步。我怎么可以让肖默受这种委屈呢？我们都是飞行员，于公于私，我应该要跟他站在同一个立场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刚开始交往就把事情闹那么僵，以后怎么办呀？以后，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要不找夏雨吧？我找夏雨帮忙，肖默很没有面子的。想什么呢你？那就看看公司能不能帮肖默了。可能吧。找我什么事儿？你的这件事儿呢，全公司都知道了。他现在变得有一点儿复杂。怎么样？模拟舱还习惯吗？还好，就是仪表盘上突然多了很多东西，有点手忙脚乱的。其实开飞机呢，最主要的就是飞行姿态，尤其是大飞机。仪表盘上那些东西，只要在你改变飞行姿态的时候检查就可以了。明白了。你飞哪？飞曼谷，明天回来。好啊，回来见。那你加油了，别给师傅丢脸啊。当然。
这次合作你们的诚意我都看到了，但具体怎么操作我还要回去跟公司的同事商量一下再说。明白，辛苦了。不知道林女士最近有没有时间，我想代表公司请您吃顿饭，来抹掉上次在飞行途中遇到的不愉快。你们那位副驾驶不愿意道歉？那抱歉了，这顿饭我不能吃。好了，你不用送了啊，我自己走。林女士你好，我依然坚持在专业上我没有做出任何的错误判断，但是那天跟您对话的时候可能我的态度不太好，如果您是因为这个而生气的话我会检讨的。你是在跟我道歉吗？是，我正式的向您道歉。林女士，你看我们肖机长已经道歉了，你看咱们这个事儿能不能就这么算了？那好，我正式接受你的道歉。谢谢。你在哪儿？小莫，我在你身后啊。你刚说什么约定啊？想知道啊？高冷帅、霸道总裁、四杠机长，我一定要做成比肖莫还厉害的男人，这就是我跟吴迪的约定。厉害，厉害啊！来，来吧。你笑什么呀你？我觉得好不真实啊。有什么不真实的呀？现在约会啊，感觉好不真实。
这样真实了吗？超真实。吃甜品去。嗯。你想吃什么？你挑吧，我都可以。哎，你是不是有跟我说过你不喜欢吃生冷的东西？没关系啊，你喜欢就好。那我都喜欢。都点喽。随便买，怎么这么大气呀？跟我认识的你差好多。这话说的真是太到位了。哎哎哎呀，香槟。干嘛？大白天的喝酒啊？不是，我妈妈有一对啊，一模一样的，非常宝贝它。结果去年的时候啊，我摔破了一只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哎，你说我买这个回去给她，她一定会很开心吧？哎，没有，小张给我发来说让我替他费一点，我之前答应过他。哦，好，那你去吧。真的？嗯。那我不陪你了。哦，没关系。那行。好好好。买的开心。好。还是那句话，刷我的卡。萨瓦迪卡。拜拜。拜拜。可是我没有你的卡，在你身上呢。说到要付钱，跑得比谁都快，百米赛跑吗？哎，来了。你看这孩子，你说你到回家你拿什么礼物嘛？女儿回来了，有礼物啊。妈，啊，快点出来！送我的礼物吗？对呀。谁呀？谁会送我礼物啊？啊，请坐。嗯，送给你了，请笑纳太后。你怎么那么讨厌？坐吧。是渣，永远这个样子。
这对杯子我还真是很喜欢。对呀，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多少钱你还给他，算我买的好了。嗯，这太不合适了吧。怎么不合适啊？人家送你礼物，你说把钱给你，这太没礼貌了。对啊，要不这样，干脆请小某吃顿饭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对我女儿帮助还是挺大的，是不是？就是。哎，好啊，妈，请小某吃饭吧，这个提议好。那好吧，找一个好一点的餐厅。嗯，别让人家把这对杯子白搭了。嗯，好，你来。我听说新开了一家餐厅，不错。啊，你们看看。我研究一下。嗯。我今天6点就能回来，可以去看你一直想看的电影。It's very wide in here, and the third floor is the guest rooms, mm-hmm. and the meeting room is on the second floor. Yes. And floor one is the lobby, with a cafe in it and a resting room. So it's very convenient in here, and so all the situation in life around this building. Besides, there is a gym. The gym over there? Yeah.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刚上完课还没换好衣服。原来夏总，你也是个飞行员。Mr. Xia Junior is a pilot, actually. 喂你。Yeah. 让懂飞行的人来管理飞行，的确是一项令人更有信心的投资。谢谢林总的信任。虽然现在夏雨正在受训当中，但正如林总所说的，这正是我对仲夏航空公司长远发展的一个期待。有了这个信心的基础，启动我们的合作就应该更加顺利了。那我们就开始会议吧。好。林总，是刚才的会议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夏雨啊，你和我女儿一起在学飞行，公事以外，你可以叫我阿姨嘛。哦，阿姨。哦，阿姨，那吴迪正好在自习室复习呢，要不我一起叫过来？啊，不用，我要见的是你。找我有事吗？没事啊。我就是想找你随便聊聊。其实我一直是反对吴迪当飞行员的，但是我看到有你这样的做公司管理的人来照应他，那我就很放心了。阿姨，吴迪根本不需要别人照顾，他很好，而且他可以飞得比我还好。我能给吴迪的就是鼓励支持。看来你还是很了解吴迪的倔脾气啊。他应该不是倔，我觉得应该是对梦想的
坚持和执着。你看，吴迪所有的缺点在你的眼里都成了优点。经验告诉我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你是在和我们家吴迪谈恋爱吧？什么事情都瞒不过阿姨的法眼，其实和吴迪谈恋爱是我一直的梦想。那你的意思是你们还没有开始？还没有。吴迪谈恋爱的人不是我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夏雨，你看你一表人才，工作又认真又努力，你将来是很有前途的。阿姨真的很喜欢你。谢谢。我们也算是一见如故了啊。是 是。什么时候有时间让阿姨请你吃个饭吧。哎，别阿姨，那多不好意思啊，得我请您吃饭。正好我们公司旗下有个中餐厅叫夏轩，味道挺好的，哪天我带您去尝尝吧。好啊，那就这几天吧。那叫着吴迪吗？你说呢？嗨，你怎么快来接我？刚下飞机就来了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超惊喜，超意外的。你看起来没有很惊喜，没有很意外啊。我超惊喜，我超意外的，我开心得不得了。吴迪，妈。妈妈，你怎么来啦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和中夏航空有合作。你来接吴迪。阿姨好。他是我师父，他在学业上帮助我很多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谢谢你了。你上次送我的那对漂亮水晶杯，我特别喜欢。什么水晶杯？哎，妈，你应该还没有看过模拟舱吧？我带你去看。就继续装吧，啊？这个没想到，未来丈母娘这么看得起你啊！你这回啊，肯定赢定了哈。我这回是要赢到底。这些考题随便考，错一道算我输。这么自信啊？那我真考了啊！考啊。那个啊，
跑道方向为南北向，飞机由南向北着陆，该飞机所使用的航向信息标台距跑道北端的距离一般是多少？250到400米。哇，飞机在进近着陆中呢，要从仪表着陆系统中获取什么样的信息？航线道、距离、下滑道。你不会把这些书都背了吧？背了。这没必要吧？我总结了一些热门考题，把那些背熟了，肯定没问题了，不用全部都。搞创作呢？这哪门哪派的创作呀？也没有哪门哪派，无门无派。虽然你跟萧默在一起，但我还是你的朋友吧。我觉得你可以不用这么防着我的。啊，对了，那香槟杯是怎么回事啊？还不是想讨好我妈，想让她印象对你好一点嘛。我怕她心里面还有一点疙瘩。我不是反对你送，但是以后这种事儿你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？搞成这样多尴尬呀！那就是没有来得及告诉你啊。你要相信我，我一定能和你妈相处得来的，啊。嗯。下次别这样了。不会了，那香槟杯好贵哦。然后呢？我是想说，不然你帮我出一半钱好了啦。如果你想出全价的话，也没有关系。不好意思啊，萧默妈妈，我还要特意把你约出来。哎呦，哪里啊！您是大忙人，是我占用了您的时间。主要呢是有一件事情，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说一下。您说，您说。我发现我们家无敌
最近好像和萧默在谈恋爱，但是吴迪自己是没有承认。是吗？萧默没跟我说起过呀。我的态度很简单，我反对他们在一起。这样的话，孩子